我是莎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欢迎来到玲玲小厨房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爱玉。好，首先我先介绍材料。好，20克的爱玉一个。好，还有1200cc 的矿泉水，要不能过滤的水。好。水，好重，还有一个爱玉袋袋，哦，好亮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洗爱玉，首先要把这个爱玉装进袋袋里，然后把它在这里面搓搓搓搓搓，然后溅出来的水就是爱玉。哦，有了。好，各位，这个就是装好的小爱玉，里面有爱玉。绑起来，我不会绑。等下随便绑一下。那我等下洗爱玉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就好。OK。然后只要捏着就好。因为它是弹性的。好，开始。洗香香的。洗香香，把爱玉放进水里。搓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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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样子像洗衣服那样揉，洗抹布一样揉揉揉。搓搓搓搓搓搓。搓搓搓搓有爱玉的香味了。爱玉它刚做好，会不会咸咸甜甜？先把黏梯梯弄掉，然后再进去揉揉揉揉揉揉，好难哦。要看起来像史莱姆一样就行了。我想要玩史莱姆，好想玩，可不知道要去哪里买史莱姆，这里就可以玩到了。可是还没有像史莱姆一样这样的程度。各位觉得像胶水了吗？边搓边揉边挤。姐姐外人看爱玉，小心，这样两个摔倒，小猫咪看。你可以踮脚尖就好啊。踮脚尖看得到吗？我看不到啊。那你可以在后面表演可爱猫 baby 给大家看。好可爱！来，过来这里，露出一颗头。下来下来下来，然后你就这样在桌上只露出一颗头而已，然后看着镜头，水汪汪大眼。这是我认真工作的模样。这好笨哟。第一次这么认真，其实我有很多事都很认真的。狂风暴雨也不能轻易改变爱的坚持，加上信念，生命如此会不断的蔓延，其中过度七彩的梦幻乐园，闭上双眼慢慢的用心体验，即使梦也会有终点，就算伤悲也会慢慢有。史莱姆原来是这种触感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变史莱姆了。超超的。变超超的。史莱姆。好了好了。好了。丢掉。丢掉了丢掉了。拿到了这个胶状，这个史莱姆，
滚口水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应该要让他休息半小时。好，我先去洗手。已经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吃了，开始。好，现在我们的爱玉果冻已经成型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开始吃了。来，我想要先，这个是我的丢丢看。就，哦，好滑哦，来一点汤汁。那我也要。再来换妹妹的，你要多大块？我要这个哎。来，你要多大块？像你那样小。所以就是这样可以吗？嗯。那你也要汤汁吗？嗯。要不要多一点？好了，等下加糖水啊！来，妈妈等一下。好，妈妈，你要多大块？我要比你们大块。好重哦！好，零食。水多一点，那个都是化，它会融化出水啊！你看，那我们要来弄糖水。从我的线开始。OK， 先咬一口爱玉，进一点汤汁。嗯，好，这样的话我再找。嗯，好。甜甜的，很好吃。虽然爱玉没有味道，可是它的汤汁可以让爱玉充满味道。很甜吗？还是有点甜？有甜甜的，对，对，把它切一半。果冻好吃吗？没有味道。对，没有味道，它也没有味道。所以要配汤汁啊。对呀、啊。妹妹当然没有配。汤汁我想配。对啊，你旁边那些汁就是汤汁了。旁边水啊。嗯。然后再进一点汤汁。来，我教你吃法，就是这样，都小块，可以让汤匙装得下，之后再进一点汤汁在汤匙上再吃它。嗯。有没有？会不会太豪迈了？刚吃饱了，好来，不要客气。我们家吃阿玉没有在省的，妈妈，我该吃好饱，我该吃好饱啊！林太太可以了啦，还有绿豆嘞，有木耳，木耳哦，那很好喝。哦，忽然间饱起来。好，碎片姐帮我按个赞，还记得订阅我，还有